講下美股啊，搭一隻咁啊 ，Trade Room 個戰神360啊，問 Nvidia 咁就話貨底咧，佢247蚊嘅咁樣，點睇咧？Nvidia 都幾多人有貨底嘅，因為呢一隻啦，同埋台積電啦，咁算係由上年年底開始，因為上年年底係即係歷史高嚟嘅，咁咧就由上年開始係再即係有啲再早期啲關注啦，咁就上年年底係特別多人關注嘅，咁香港嘅投資者去買美股，首選除咗 FAMG 啦，咁跟住就係 Tesla 同 Nvidia， 算係第二梯隊嘅叫做 second tier 嘅科網巨頭啦，咁算係即係叫做係咁谷緊上去噶啦。咁咧你見到 Nvidia 喺近期個美股反彈咧，佢係跑輸一個市場，跑輸一個大市啊，跟唔上嘅，因為成個行業都已經俾曬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期啦，咁晶片的需求減弱啦，咁咧呢一個減弱咧應該係四月左右已經開始講緊嘅，咁所以 Nvidia 喺四月嘅時候已經係急跌落嚟噶啦，到跟住前排去反彈咧，你見到佢連六月個頂都唔係好升得穿㗎，咁個但係個納指都反彈到兩成嘅喎，由低位，即係納指啦，或者道指都仲上得多啲，然後有啲傳統股甚至去到破頂或者逼近破頂，咁所以佢近期已經算是跑輸了個市場，咁前排亦都出咗盈警之後，再出咗業績啦，咁加埋就係管理層嘅展望都比較保守嘅，都唔係淨係佢一間，咁其他公司嘅巨頭嘅管理層都係比較對於嚟緊個展望比較唔係話好樂觀啦，咁都係個成個大環境嘅問題啦，即係都唔係自身嘅問題，其實係成個行業嗰度有個需求減弱嘅憂慮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晶片股嚟講係好多都會係有受到影響。譬如頭先點解講緊某一啲可以咁硬淨咧，仲加到好業績咧，都係因為佢哋有一啲自身嘅細分領域嘅優勢啦，譬如係車用嘅，咁軍用嘅，軍用嗰個尤其是係即係更加未必同個經濟前景咁受影響添，軍用呢個需求就所以呢一啲就係有一啲個別有自身優勢，又交到好業績，同埋資金勉強啦，資金勉強都好重要啦，咁樣嘅先至可以繼續去做到持續破頂咯。咁 Nvidia 嘅話咧，而家算係做緊個橫行嘅，咁呢半年嚟講，你仲可以憧憬下係咪呢一度橫行有機會打到底咧？雖然就唔係話好樂觀住，咁你就唔好再加貨住。咁橫行如果你要去擺防守，不過我諗你未必會嘅，但如果要參考啦，即係84啦，84係七月個底，咁企穩84以上仲算係 keep 到橫行，keep 到橫行仲有希望。咁要破埋84咧就更加危險噶啦，咁有翻呢一個預期咯。